我把我们那个生命最精华的部分都演出来了。精华我不敢要。喂，我也不想要你的精华。我没有。干嘛？不要说头头，你说呢？没有，我们来讲讲时光机器。还是讲一点荧光棒棒。今天坏掉了啦。我每一场都拿出全部的力气啊！是不是冠佑？还是啊，我把我们那个生命最精华的部分都演出来了。精华我不敢要。喂，我也不想要你的精华。我没有。干嘛？我的精华是什么？太棒了，我没办法要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的精华在发亮。我真的啊？真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转化成两个女人。喂。我是说你全身的那个就养育啊，爱對爱啊，愛啊哦、不要开车了，车速太快了，对，不要再开车了。Nope。抱在手上的家长不要一直笑，耳朵把它遮起来。家长把你们的精华耳朵遮起来，遮起来，然后回去那三五岁就要跟你们这边开车，你们受得了吗？你们现在笑，以后就会哭。你等于一人臭美出来，臭美出来。他回去之后，你的精华在哪里？不要再讲了。不要动，你女儿两个都有来。这时候你就摸着她脸庞，就是。还来啊！喂，你刚刚是说冠佑的爱不是冠佑的爱爱吗？我是说不是，我知道叠字是不是？不要说头头，你说呢？没有，我们来讲讲时光机器。时光什么？别笑了，史哥，还是讲一点荧光棒棒。今天坏掉了啦。如果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五月天的时候，或者是五月天陪伴了你读书、求学、恋爱、失恋、上车、上车、班、不是上车、上车，接下来还有上垒，上垒是什么？上垒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解说到四垒，四垒是什么啊？就是本垒。马上就是都跳关的了。喜欢的女生，我们今天晚上，气氛很好，我们是不是一起到本垒啊？五月天。让一山之月之遥，琵琶断人，谁说这样不为难的。想